南韩新人女团 IVE 出道成绩相当亮眼，不仅专辑卖破十万张，还成为最快夺下音乐节目冠军的女团。而近日队长安宇珍展示了独特的筷子握法，让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。日前安宇珍与成员张元英、李济一起出演白仲元的节目，不过在安宇珍吃着乌龙面时，以几乎紧握着拳头的动作握着筷子，引起观众们的关注。有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，看来要用矫正筷子了，用叉子更好，用筷子的方式很特别，好像是第一次用筷子，那个方式是不是更不方便？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持相反意见，指责的人真像老顽固，明明吃得挺好的，为什么要那样指责？能吃到饭就好了啦。而早在2019年播出的节目中，安宇珍就曾被厨师指出不会使用筷子，意外引起讨论。